了之后有很多感触，就是会想要就是多陪陪家人，看得很开心，笑得很开心，但是同时也有很深的感动，就是记得跟家人一起去看，然后看完之后再回家陪家人的。青春啊，这一定要去看，让你有笑有泪，跟家人去电影院看，真的很棒。觉得这群老人给我的感觉是，就是我不需要用任何方式来证明我活过，当然这只是其中的一种方式。那我觉得我们社会不需要太多什么震撼人心的教育家，这只要常常有人提醒你这世界需要爱就可以，我觉得就很棒。像这种影片就是让你告诉你这世界需要爱。请大家在戏院有机会带着长辈去看的话，一定要看到 Andy， 一定要看到最后。很久没有陪伴你家的老人吗？很久没有看爷爷奶奶吗？带他们一起来看青春啦啦队，赞！青春啦啦队，赞！